大家好，这边的话是重庆，川南川市，这边有一个寺庙很古老啊，西来寺，进去看一下，你看，非常的古老的寺庙。这棵树雕着一个佛头呢，这棵树呢，看一下，时来运转啊，这上面有一个菩萨，非常的大。这上面还在建这个寺庙呢，建那个菩萨，玄宝殿。西来寺功德牌啊，
哇，这个监管了7万多，这么多人监管，都是剩男剩女是？无牙斯克这个人，哇，阿弥陀佛，哇，你看这个人菩萨的吧？他的人头像都在掉了，这个人头像才是以前的，然后上面的话就是后面补上去的，你看一下，一看就知道，也就以前被遭受过破坏的嘛，是。然后这个也是，你看，这上面的佛像啊，都是刮掉了嘛，是，重新连上去的，估计就是文革的时候被破坏掉的嘛。哇，上面一张佛像非常的大，你看，阿弥陀佛，上去看一下。哇，这山顶上很凉快。哇，这尊菩萨真的高大，你看。很大，然后这里看下去可以看到整个那个南昌市市区，你太大了，这尊菩萨的，这尊菩萨应该是10K 的，你看一下，是吧？能看到背后就知道，这背后连着这个石头的，你看，坚定不移啊！哇，好凉快，非常的凉快，这里。那底下工人你看正在建那个寺庙，普拉多啊，你看普拉多奔驰，这么豪华的车子应该是这个寺庙里侯上的，你看是长堂啊，没人观众嘛，就是侯上住的地方嘛，僧人住房歇脚参观。哇，这些侯上有钱啊，你看开着这么好的那个奔驰越野车，普拉多，当和尚有钱啊！阿弥陀佛，你看这边放了很多断手断脚的菩萨，你看见没有脑袋的？你看，这菩萨都是用紫色的石头做的嘛？你看，这脑袋就不见了，被破坏掉了，是吧？要么就被偷了嘛。那一针也是，
这边放了这么多这种磨豆腐了，你看，磨豆子的，一路下去全部都是。哇，七龙土地啊，那么多菩萨没有脑袋的，你看一下，破坏非常的严重啊，这个啊，没手了。